宇宙造始，太极者无极而生，生一生二生三，万物生生不息。太极拳体用拳故说，不化自化，走自走，着欲向前先做后，心思行云，大手安用手。听起来好似在唱歌，实际上帮狼锤就是借动作落实这是权利。帮狼锤是三个独立连环的运用，当年杨家太极拳在北京请无敌就是靠这个帮狼锤。现在开始讲解帮狼锤。一，纵身移到后脚，左脚尖打开，手落下来。二，在侧方向移位，后脚跟离地，右手变拳。三，右脚拓半步，脚跟着地，脚跟的位置平，脚伸，不要踏前面。四的时候，移位，脚尖落地，左脚左手同时摆出去。这里注意，千万不要踩出去，这个脚好像扫地一样。无纵身移到前脚，拳卷回来，拳在桌掌下面。六，桌脚膝盖不动，桌脚涌拳转，带动右拳，右脚向前。看起来很简单，太极拳不动手，这个动作看得很清楚。好了，大家看我的右手。好，一，手没有变。二，手没有变。三，手没有动。四，手没有变。五，手没有变。六，手没有变。整个手保持原来的样子，左手还是一样。好，一，手没有变。二，没有变。三，没有变。四，还是没有变。五的时候注意，好像这里碰到石头了。九不变，五六还是不变。整个连起来动作看起来手动，实际上手不动的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太极不动手，动手不是太极拳，是我老师书上写的，要手不动才知道对方动，手不动身体就在松，手不动你的内气才能循环顺畅，达到太极拳是气功拳的要求。八揽锤，一移位，脚尖打开，手伸相对。二移位，侧侧榜样，后脚跟地。三右脚拓半步，脚跟平脚伸。四移位，脚尖落地，左脚左手上去。五移位，拳卷过来。六，左脚膝盖不动，左脚涌拳带动卷。帮狼锤再一次。帮狼锤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帮狼锤看起来一个动作，实际上是帮狼锤三个动作，在太极拳讲是三大绝招之一。无三大绝招，我下次再抽时间给大家讲解。明天介绍陆丰师弟，谢谢。